来吟诗，圣诗152首 B。约翰一书第四章，课英文，我来读第一句，请会众来读第二。所听的兄弟啊，咱就三听。今仔听的是对上帝诗，无听的唔爱上帝。上帝差伊独生的子入世间，予咱对伊来活。毋是咱捌听上帝，差伊的子为着咱的罪做挽回的祭。兄弟啊，上帝若疼咱到安尼，
上帝就是听。伫听的内面无惊吓。下晡两句，咱来大家坐声来读吼。听上帝，也着听伊的兄弟，这是咱对伊所受的命令。以上，这是咱要请新眼光小组带咱来献诗。上帝啊，我唔爱你，唔知我做做歹日子，要就恨恁，爱伫恁中间得着果子，亲像伫鸡牛的外邦，总是到呾也有阻挡。无论是利尼人，也是官人，聪明的也是愚戆的，我拢欠因的债。十五节，所以在伫我拢便便要用福音宣传，互你带伫罗马的人。再来是伫罗马人书十三章第八节到第十节，无得欠人什么，只有三听要是欠人，因为听人的有情有法，因为所讲唔通惊人，唔通杀人，唔通偷窃，
唔通贪心，也是不了解，拢包含伫即句，着疼厝边亲像家己。第十节，恁爱无害着厝边，所以恁爱是真愉快。以上啊，圣经读到遮，愿上帝祝福去听伊的话，搁去行的人。这是咱要将时间交予陈扬生牧师。在你的萝卜，互伊哪讲，啊哪听，听看你的讲什么。啊，帮助每一位出席的兄弟姊妹，啊是阮的厝边，阮的同乡，互伊拍开因的耳孔，包括因心内耳孔，啊，互阮大家人讲，请讲你的萝卜。啊，是你的囝、查某囝，注意一下听。这是阮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恳求，阿门。什么叫做欠债？就是讲，咱有一个欠债，啊，总是咱家己无迄个资源，啊，咱就找人。来帮衬，找人来接济，找人来照应，啊，互咱渡过这个难关。啊，当咱安尼做的时阵，迄个人变作债主，咱变作债户，啊，咱欠伊的人情，啊，而这个债务啊，的确着还，因为伊是一个义务，伊是一个责任嘛，无法通逃避的。这一字是怎样写？人义平，还佫一个责任，正正是一个有责任的人。当咱讲到这个时阵，咱会想到钱哦，啊，确实是安尼。这是第一普通的这，但是有人讲，阮人是要借钱给有钱的人。你若真是无钱，你去跟阮人借钱，你是要借无啊？伊要看看你我淡闲无，啊，借钱的人也无一定是怂恿哦。有诶，借钱的人是要投资，啊，伊算讲我若借，啊，再嫌迄个靠迄个债，啊，我袂晓咧吼。不过伊感觉安尼较有利啦吼，伊毋是无钱啊吼。但是我所伫讲诶债，毋是亲像即款诶债，啊，到底世间啊，佫有别款诶债啊无？除去钱财的债，还佫有别款的债无？圣经讲甚物？啊，这是我早起要甲咱三个想的题目，我要提出三款的债，三款的债务。头一款的债务，犯罪债。啊，圣经确实有安尼讲。啊，当咱犯罪的时阵，咱心内有真大个压力，虽然咱尽量想办法要甲伊压抗，要来掩饰，互人毋知影。啊，总是即款个罪，犯罪罪会带予咱一挂无舒服，带予咱一挂不安，啊，带予咱一挂愧疚、subservient 个感觉。平生无做亏心事啊！半迷敲门，心袂惊。啊，总是你若做唔对哦，哇，迄敲门，你心真惊，想讲人要来抓人。
罗马的皇帝西沙 Augustus 听到一个人离开世间，要拍卖伊的遗产，啊，伊要买一项物件，你知影伊要买这个人留落什么物件？伊的枕头，人奇怪皇帝要买一个人的枕头啊！伊讲这个人哦，虽然欠到人规身骨债哦，啊，总是伊敢有代志，敢无代志，伊还好食好困啊。伊讲伊枕头哦，得到真特别，所以我买个枕头。当咱犯罪的时阵，什么人是咱的债主？咱欠什么人？咱亏欠上帝的应许。所以咱除去欠别人以外，上帝真做咱犯罪的时阵真正重要的债主。啊，这个债我通取消无？这个债有法通取消？啊，怎样取消呢？上帝为着安尼，找伊独生子来世间。啊，咱无法通行这个债，啊，伊为着咱担当咱的债务，替咱定死的时阵界定啊，啊，所以救恩虽然是通自由得到，白白给咱啊，总是救恩的后面啊有真贵的代价，啊，这为什么讲？咱得到着信主的原因。啊，这也是当中的当啊，主的祈祷文，甲上帝讨七项物件，讨三项物件甲上帝有关系，啊，然后甲上帝讨咱日常的饮食，啊，各落去什么啊？下面阮的罪，还是下面阮的罪？换一句话来讲，只就饮食遐尔重要，咱的罪得到上帝下面，也是相款的重要。啊，这是当中之当。啊，咱犯罪，唔但啦得罪上帝，啊，咱犯罪的确是得罪上帝啊。总是咱犯罪可能也得罪人。啊，伫迄个时阵，咱也着对人认罪，求人赦免。啊，别人若得罪咱时，咱倒变过来，咱也着赦免别人，因为上帝赦免咱。这是我要所讲的头一个罪，犯罪的罪。第二个罪是什么呢？是福音的罪，还是传福音的罪啊？啊，这是出自保罗的书信，罗马书第一章十四到十五节。无论是希尼尼人、化外人、聪明人、愚妄的人啊，我拢总欠因的罪，所以尽管尽着我的力量啊，将福音传予因。在罗马的人，哇，唔知啦，犯罪是这，原来传福音也是这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伊唔是一个选项啊，唔是可有可无的。这是咱的责任，这是咱的义务，亲像咱甲人借钱相款啊。啊，这个这，咱的确要出力，咱的确尽力去行。并且哪炸哪好，哪做哪好，啊，这就是保罗的心态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、十七节，啊，讲上述的话，伊讲我传福音无什么通夸口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的。伊讲我若无传福音啊，我就有在下了。啊！我若甘心做这项代志，就想事；啊，若无甘心啊，伊讲责任，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。保罗将这个未得着福音的人，未听到主耶稣基督的名的人，看作是伊的罪过，啊，伊感觉伊欠这个人的罪，啊，这个人伊包括一挂人在内。犹太人当然，伊家己也是犹太人。这是伊的同乡啊，这是伊的同胞啊，这是伊的同族啊。总是伊唔是到到遐个尔，伊讲希利尼人，啊伊讲外邦人。啊，我拄仔只听你咧读大夫的圣经，我先考本的圣经，这个话外邦人，你叫做凡啊，要处理哦，凡啊，凡体态。讲袂清楚，
这个嫌疑人不一定是迄个人，因为迄个时阵啊，因伫罗马啊，因迄时阵伊讲的，主要是用希腊话，所以是包括一切遐个会讲希腊话的人啊，保罗看伊要讲希腊话，还是要讲希伯来话，伊拢总会。外邦人，这个字啊，你叫做凡啊。我捌到菲律宾哦，那是美国人，叫做飞机啊，伊个一支旗哦，计飞啊飞落落啊，叫做飞机啊。我无叫做凡啊，起码我叫菲律宾人叫做凡啊。本来讲凡啊是指菲律宾人，繁体字安尼。我较清楚较好。这款是叫人凡啊哈。但是伫这个英文这一字叫做 Barbaria， 啊希腊文啊是这一字啊，可能这英文甲这希腊文有关系。啊，希腊文内面 Barbaros， Barbar。啊，菲律宾和西班牙管真久，三百年。啊，所以吼，伊内底讲话哦，有一字字我定定学袂来，这字字就是啊啊啊，这是一个滚动的字啊音，啊，所以我直直念念的安尼讲啊，直直讲，咱中中文无这个无这个这个这个更滚动这个音。啊，会变啊！哇，伊个字啊，真够更真够真够叮当。这字字正正是对安尼来的。啊，迄字日文就是安尼，啊，就是 B R 后面加 R 了了 B R 去慢慢。意思是讲，跟咱真无相像款的人。讲话甲咱真无相像款的人，总是这个人，也是我的最好。啊，我若传福音的时阵，唔是讲啊，我当向就是到遐为止。开因的门，啊，我要包括这个人在内。啊，亲像外国人来到咱台湾，外国人来到咱的所在，跨越迄个语言，啊，都学咱的话。啊，咱啊，亲像这款，包括遐个咱真无相像款的人，啊，这是上帝所欢喜的，啊，这也是行咱福音的罪，啊，这罪永远无法当听清楚。保罗到底活几岁？咱无法当正确知影。保罗大概话五十九岁、六十岁，甘在六十岁了，甘毕业，无真长退休。啊，总是伫几十年的中间，啊，咱知影伊是半路才出家，啊，到甲一个时阵，逼逼到位，伊才信主，毋是对世人就安信主。所以感觉伊的时间真正有限，伊欠真侪人。